因为我们献上我们的啤酒了。
家。虽然说主持人我也是大西凤山市纺织工的孩子，我也是大西凤，但是还是要学会接下去同大啦，拜托拜托，我们众兄弟帮帮忙好吗？我们的居多了啦，来，本人我也是大西凤山市纺织工的孩子，我们很感谢我的家人们都莅临现场来跟武王宫联谊会进献哈。我们的兄弟们，你们辛苦了，两天一夜非常的辛苦。然后我们的兄弟们，请把啤酒喝完，代表我们跟武王宫联谊会的兄弟们哦，兄弟我们的广泽会馆给他干杯了，我们的红搭，我们的雅底酒，金冠北征，金冠延续下去，生生世世延延续续，我们的兄弟情绵延不绝，谢谢我们大西凤山市广泽宫广泽会馆赖君所带领的众兄弟们，以及我们的武。带领的广州会馆，我们的武教班啊，非常的用心，非常的辛苦啊！一两张皮箱的辛苦，一两张都无眠无日，拢无困，泡面也搁在开面吼，我的众心上，众心上，拢是阮军训亲自甲开面，亲自的化脸哦，真的是艺术传承，非常的不容易，这是非常难以的、难以传承的技术。谢谢我们大西凤山市广州公广州会馆，我们。